曹志豪先生。大家好，系好耐冇见咯。咦，原头先两位嘉宾 tag 咗我出嚟噶啦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嘛，叫方新合，系一个27岁嘅年轻人啊。咁佢坊间已经被誉为系少年股神嘅，好特别啊，个剧本系佢嘅，佢自己做埋编剧嘅，佢自己编噶。系咁，我用翻佢自己支笔写，我谂系最合适。你讲唔讲得噶，豪哥咁敏感嘅？系咯，越讲越多咧。系啦，你谂真啲噶嗱，我都话唔好摆啲酒喺我面。我哋访问我哋真系冇所谓噶。咁我都话我之前质疑佢嘅，咁跟住话唔系啦，真系唔得。我用咗2个钟头时间去讲90几个角度话俾你呢件事真系唔得嘅，跟住佢就反弹翻一句嚟啦，就系话如果俾你谂到你就系我啦，好有牌 ，OK， 认咗啦佢就，佢但系入边有廿页咯，我估廿页佢个 looks 会夹翻入去嘅。哇，嗱。咁啊唔同啦，咁啊唔同啦，廿页武功秘笈啊！你几千人一堂，跟住然之后你系用几百蚊去买佢几千人嗰堂嘢嘅精要喺度，唔系，所以我咪去答得我好好咯。我讲完一扎嘢嗰时候，一本漫画啫，你话波得70蚊印价，印啫喎，老友。喂，你留谂下你呢个讲唔讲得啊？你真系谂真啲，因为第一次 call 架未，系真系谂真啲先讲啊！唔系，跟住可能我再系，哎呦，生死时速啦！咁啊，今次好多谢阿豪哥接受我哋嘅访问 ，OK， 多谢晒。好，咁啊，下次再同阿豪哥再倾多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